叶雪，哎，房东你好，你也上班吗？废话，去哪儿？啊，湘雅路。上车。啊，不用不用，你赶紧走，我在前面坐公交车。哎哎，顺路。啊，那麻烦了啊。 天太热了，怕挂门上坏了。本来就是给你做的，就当是车费了。还真把我当师傅了。走吧，小李，我赶时间呢。走。安全带。 这包里装的都什么？是上班还是搬家呀？我这里面呀，装的是爱、梦想和希望。装这些可交不起房租。对了，你今天不加班吧？干嘛？下了班，我陪你再去医院看看吧。不用。别呀，这头可不是别的地方，万一再出点什么事儿。 你在讹上我。很多人认为炒菜时等锅冒烟了再放菜。怎么了？李思凡，我有件事情想麻烦你一下。我好像把 U 盘落在你车上了。U 盘？对对对，一个银色的，你现在有空吗？我去找你一趟。啊，我现在有事儿，那个等到晚上我给你吧。 就耽误你5分钟，求求你了，真的很着急。行，那我就等你半个小时，一会儿给你发地址，你过来找我吧。好，没问题。不是说好半个小时吗？不好意思，路上实在是有点堵。走吧。 怎么没有呢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今天上午让同事把车拿去洗了，可能那会儿被清理掉了吧。你 U 盘里面是什么呀？我熬夜做的方案，本来今天要给甲方的，可是到展示的时候，我才发现 U 盘没了。甲方一生气就不想跟我们合作了。如果我今天拉不回甲方，就要被开除了。 不亏啊，因为你的个人原因给公司造成了损失，开除你确实不亏。如果我是你的话，绝对不会把资料只放在一个 U 盘里面，而且不做任何备份。最重要的是，我绝对不会把它弄丢的。你说的对，是我的问题。我还有工作，先走了。 李总监，幸好带伞了，今儿这雨还下得挺大。是啊，还好我跑得快。
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找你半天了。成哥。啊，你这重做了吗？对呀。之前的 U 盘呢？没找到。不是说在车上吗？不知道。没事，这看着也挺好的。感觉哎，这回感觉比之前那个还好一点。不行，感觉还是不对，都忘了。哎呀，没事的，好吗？你这是吸取了昨天的经验的，一点问题都没有，这是集大成之作，特别好，我觉得张老板一定喜欢，相信我。嗯，那咱们出发，走。走，我拿吧，走吧。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不是故意迟到的，因为今天路上有点堵车，特别塞车。哎，你头好点了吗？哎，我看好像浅了一点，还是看一下吧。就在二楼。说好了，以后你头疼脑热跟我一点关系。没看见我脑袋上这么大个包吗？我现在脑袋还可疼的。装，接着装。来，我看一下。别瞎搞。饭盒记得还我啊。这么没良心，你以后要是有什么事情千万别给我打电话，打了我也不会接的。不打就不打。哎，小心车啊。哦。好帅啊。喜欢季如馨啊？那当然了，人长得又帅，唱歌又好听。要不你求求我，说不定我可以给你搞两张季如馨的签名照。还用得着你吗？他刚接了豆可奶茶的广告，这个广告是我们公司在做的，四舍五入买的，可以见到他。我可真替季如馨感到悲哀，居然要合作你这么不靠谱的人。想要合影吗？姐姐，我帮你安排。哼，我还需要你给我安排？你刚刚说，你们接了豆可？对啊。你们公司叫什么名字啊？我们公司叫八八爱德。你别催我找着呢。收你一百都不嫌多。等一下。你。是你超速了吧？我骑的也不快啊。骑的不快把人家小姑娘撞了。那是他自己走路，自己走的嘛。你要这样说的话，我们去看看监控，看看到底是谁的责任。算了算了，他饭也撒了，别了吧。
哎，行行，算我倒霉，算我倒霉，算你倒霉。哪条腿？这个。看看。哎呦，都伤成这样了，你还打算就走了？哎呦，就蹭坏点皮而已。蹭破皮不是伤呀，人家不知道有没有内伤了，要不要我们去医院看看？就是。啊，算了算了，我道歉我道歉我道歉。骑车小心一点，十次车祸九次快。你没事吧？谢谢啊。我上班去了。干嘛呢？我等会儿。又忘带钥匙了？要不要进来坐会儿？不去，我这几天已经够倒霉的了，不想听你嘟嘴的。好。你好，开锁公司吗？这里是豫园小区。啊，豫园小区啊，那得两个小时以后。三个小时。实在抱歉，我们这忙着呢，可能真的三个小时以后。嗯，没事，那您尽快吧。哎，拜拜。三个小时哦，这三个小时会不会渴呢？要是不渴的话，应该也会想上厕所吧。好了，进来坐会儿吧。好吧，我看你家那个阳台。提前说好，不许翻阳台。门带上。感谢房东收留我叶大师的拿手好菜，尝尝吧。你鼻子可以取了，已经没味道了。夸张！你每天吃这么辣的，不怕上火呀？在我们那里呢，开心要吃辣，不开心也要吃辣，激动的时候吃辣，悲伤的时候更要吃辣。那你这次是因为什么？我今天我开心啊，我熬夜写了一晚上的方案，被奥克的总监一句话给我否了，说我不够打动人。你说我开不开心？这个甲方别让我虚头疼。哎，你刚刚是不是忘关火了？看一下。关了，关了。嗯，那就好。嗯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？嗯，普通上班族。哎呦，我们都是工具人。红顶桑林。来，干一个。加油啊！加油。哎，你刚刚说你的方案是自己一个人熬夜完成的？对啊，厉害吧？啊，挺厉害的。我给你个建议吧。嗯，你说。不要总把事情想得这么简单，很多事情的真相不一定是你看到的样子。不是说好不说毒鸡汤吗？你都不知道我的工作有多难。哎，你别哭。哎，我自己自罚一杯。哎呀，行了行了。跟你又没关系，你喝什么呀？吃肉吧，我花大价钱买的。让它凉凉吧，
太烫了。怎么才能打动甲方？其实你现在最该打动的不是甲方，而是你自己。打动自己？想想你的方案最初打动你的地方在于哪里，提炼它，找到更好的共情点，让你的方案跟观众产生共鸣。喂，师傅，啊，你到了。你这逃婚还是去结婚啊？李泽南，你现在有事吗？你能送我去个地方吗？我提案要迟到了。上车。去哪儿？去怀州路的奥可集团。去奥可这么着急啊？今天我们要给奥可提案，但是他们突然改时间了。没人通知你吗？李首席可能太忙了，他给忘了。麻烦快点，如果让甲方等我的话，我就死定了。拜托。兴许你的那个甲方还没到呢。你怎么知道？直觉。而且我的直觉一向很准。那就借你吉言，我要是迟到了，你就死定了。我就死定了。啊，不是，拜托，坐稳了。谢谢房东。你慢一点。来啦，想吃点什么？水煮鱼，多放辣椒。好的。两瓶啤酒。好的，稍等一下啊。谢谢小姐。客气。你不是不吃辣吗？我现在想吃啊。有人不是说开心要吃辣，不开心也要吃辣吗？别想了。我可以接受我的方案被一改再改。但是我辛苦了那么多个日日夜夜做出来的东西，最终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真的挺难受的。你有想过为什么吗？因为我是实习生。因为你没有话语权。你现阶段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把这件事情做到最好。那我就只能接受了吗？你要变得强大，可我一点能力都没有。你有啊，你想想，有人抢你的成果，说明你的设计作品是好的，对不对？等到你足够强大了，任何人都抢不走你的东西。来，喝酒啊，我回你酒。没事呢。干嘛呀？我还有杯酒没喝呢。哎，你别空瓶子，你放了，给我，太危险了。什么破设计？什么方案？要钱没有，名字也没有。我跟你说，本姑娘不干了。给我，这大半夜喊什么呀？别人听见了怎么办？小声点。怎么回事？刘东南。啊。你说甲方是不是根本都不知道那个是我设计的？知道。我跟你说，李泽南，
只有我妈妈会理解我，她懂我，你明白吗？她明白，她明白，啊，我们都明白啊。没事没事。你说，甲方会喜欢我？没设计了。他会，他会，啊，真的会，真的会。他会吗？他会。哦，哎，小心脑袋啊！哎呦。都是王八蛋。对对对，都是王八蛋。我这王八蛋甲方可真是善良。难受，别放开，放开我！真的要放开吗？哎呀，你干嘛推我呀？梦到他呀。